我觉得呢，这个因为我是宜兰人，所以我觉得看到这边的环境其实跟宜兰有点像。然后就是刚看我们开车的路上就有一些稻田啊，然后我回来这边就是来到西湖这个地方，觉得很有回到自己家乡的感觉。那我一回到宜兰呢，通常呢都会想唱一首歌，这首歌曲叫做《稻香》，送给大家。大家会唱的，麻烦跟着我一起唱，好吧？你们会唱吗？